日本发生强震，现在很多的明星们纷纷跳出来慷慨解囊了，包括了韩国的天王裴勇俊，他呢这回可是拿出了10亿韩元，折合台币差不多是2600万，要来协助日本救灾，是目前为止捐款最多的明星。而他的徒弟金贤重以及在日本人气很旺的张根硕，昨天也分别捐款了260万和360万新台币。李秉宪、袁彬、全相佑等等天王也分别为灾民祈福。美国男星查理辛宣布，他要捐出2场舞台秀的部分收入，差不多折合台币是26万元。